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目前以 BL 漫画介绍为主题，不出意外会一直更新 BL 漫画介绍。如果你也是 BL 漫画的爱好者，按 CS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保证不会错过任何一部精彩绝伦的 BL 漫画啦。我介绍的漫画大多是免费的，更准确的说，目前我介绍的漫画全部都是免费的。不知道以后这些漫画会不会收费，所以漫画链接我会放在下方描述栏里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主题。第一部，我磕了对家，我的 CP 娱乐圈设定。喜欢看娱乐圈设定 BL 漫画的可以考虑这部哦，这部超好看的哦。第二部《你的距离》，这部每周五更新一次，目前更新至第六话，嘿嘿嘿，这部男主很帅哦。第三部《绯色触碰》，这是一个世界只有黑白的谢城，在遇上另一个人白鹿后，他可以在他身上看到颜色的故事。我的直觉是不是有点不通顺？第四部《落地》，这部每周日零点更新，目前更至第六话，它一话挺长的，一话有两话那么多，还挺好看的，设定是伪兄弟的感觉。我可能会在下期视频出一期关于单独介绍古风漫画的视频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看。谢谢收看刚刚介绍的 BL 漫画，如果有让你一点心动的话，就赶紧点击描述栏里的链接去看吧。拜拜各位。